大家好，我是国贤。那现在呢，我在平西的莫内咖啡。那我今天约了简哥，我们一起要去骑车郊游。刚刚已经去了平西吃过便当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从不是去平西，刚是去福隆吃过便当了。那我们现在要从平西的这个莫内咖啡出发，我们现在要去新店喝咖啡 ，Go。我车子那么脏啊！